好，我们上了。讲了吗？我们等下看一下。好，我们上了。有哦，上来了。有，上了。有，好。哦，有两个人了。有两个人，嗨，两个人，大家好。两个人，大家结果是我们两个人，结果是我们两个人在看，笑死，结果是我们。啊，不，没因为有我吗？还没，确实，因为我还没按呢、欸。我看一下，看对，到了，看到了。嗯，好，那我也进来。好，五助教，现在上面写左上角写十二的意思是十十二二个个人人，吗？有十哎，二对，个人在看。Hello，大家好。对，我们大概是，我们8点开始，但是我们想说这个就是我们提早先上来，然后先 check 大家有没有上线，然后也可以帮我们分享。然后我们正式的活动会在那个就是8点的时候开始，对啊。那就稍等我们一下喽。这时候是不是要放下什么理查克莱德门的音乐啊？助教，直接唱，好，直接唱好了。助教唱吗？点歌，点歌。对啊，大家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哦。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是在8点的时候我们会准时的开始，然后大家轻松聊。其实现在也可以聊啦。那对啊，没声音。没声没音，声没音，声音。大家有听到我们的声音吗？听得到等一吗？下哦，听，没声音。哎，可是我用平板播这种声音啊。等一有下吧？哦，有吗？有，他们有。有了，有了，谢谢，很清楚，谢谢谢谢。大家的回馈。对，因为这次是第一次做直播线上啦，分享，对，包括分享生产摄影，就是也是我第一次讲这个部分，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再给一些回馈，这样子，对。等下播个歌，等一下我来想想，歌，非常大声，哦，非常大声，有吗？你要播什么好，歌？现在大家声音都清楚了。你要播什么歌？不是哈 Do 哈，Mas，我们两个来唱一首好了，暖场。没有做就是这个马上准备，数字马上往下跌。掉吗？大家赶快有，先离三开，这四，样然后30，对，然后一个破音就减轻。哦，有人说现在才知道摄影师很帅耶，哇！所以平常只有看到照片。陈玄子规是本名吗？是本名吗？不是，当然不是，他不是应该叫不这是个名哈、哦。字。如果是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师傅算的蛮好的，要不然那个太特别了，这个名字。对啊，哇，现在40个人，好，哇，对，对啊，那因为我个们觉比得较，摄影，应该要说觉得摄影师很帅的，现在开始刷一排爱心这样子，我们看得到爱心吗？有要吗？从这个脸书上看有没有大家刷一排爱心这样子。没关系啦。对，对，然后对今天的活动会到，哎，真的有刷一排了，哎，哇，开心开心！啊，那下一排谢是谢，我吗？下一排。对，
就助教还没有播歌，真的要我们唱啊？等一下哦，没有，他现在在找，他在找谱。他要开始弹了吗？对对对，他怕会有版权的问题。等一下，应该没有版权问题、啊。没有版权问题吗？嗯，有人说会不会今天看完就想生小孩？那当然的、啊，不然我们直播干嘛这样子？对不对？那啊，有人说真的要唱吗？好，来可以点歌，现场开放点歌。哎、欸，没有没有，唱歌这部分是等一下，等一下有没有？就是讲点报结束，如果真的没有人问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唱了。哎、欸、开唱吗？哎、欸，那个吉他拿来。啊，对，没有，那可能是另外一场，对啊。另外、哦、等一下，另外一场好。哇，等一下，我声音好像有吗？声音 OK 吗？我也是，哇，又拿麦克风对着一个，等一下，这样好奇怪啊！等一下、啊，那个助教变成要拿麦克风去对那个音乐声音。那我从我手机放好了。对啊，我们另外一位吴助教就是今天的。哎、欸、哎、欸，有人说我们开唱，他真的要先走了，这样。啊、还好我们还没开始唱，还没开始唱，没有，我们会录起来，对对对。所以大家，哎、欸，阿平都认识大家。你是说现在留言的人吗？对对对对对对，并没有，并没有。也是因为粉丝太多了。比较不好认，哎、欸，或许是我们自己的产妇，或者是认识的朋友比较知道，对。可是现在留言的不全是我认识的，对啊，那没有办法，我觉得疫情，我觉得可以，就是刚好也可以做一下这种线上的直播，可以聊天，我觉得还不错。嗯嗯，这是很特别的形式，对啊。现在是56分，对，所以我们大概在3分钟哦。这时候大家可以去喝个水，哎，没有，应该是我喝水，喝个酒吗？对，喝个水。我们要开讲前喝水，对对对，开讲喝水。有人说他是自己想拍生产摄影，嗯，想要成为生产摄影的摄影师吗？对啊，那也可以听一听啊，对啊，嗯，我们要来组台湾的生产摄影团队，像国外那样子。对，我觉得要，对啊，嗯。我觉得还蛮期待有朝一日全台湾各个地方生产都可以被拍这样子。哦，哦他说他是孕妇、哦，所以是想要被拍。哦，我以为他是想要自己当摄影师。嗯嗯，我们等一下会就是我们等一下会有那个连结，有 QR code， 然后大家可以就是在讲座进行当中，你们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在 Slido 上面提问，然后最后我们就可以依据各位的问题来聊聊。对，然后大家如果有幸可以跟我们一起留到最后，大概9:30的时候，可能也希望大家麻烦，如果喜欢我们的讲座分享的内容，或是之后还要想要就是有更多的就是讯息的话，对，我们会有一个就是类似满意度调查啦，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做一下，多多回馈这样。对对对，多多回馈一下。对，
因为对啊，因为最近医院都不能去，所以身为生产摄影师的我就在这有边点跟落大家，寞。也不会落寞。我觉得上来跟大家聊，其实蛮开心的。嗯。对，要不然我们默默的拍，就是我觉得还也是可以分享一下我们的想法跟看法这样子。对，对，对。对，哦，自己生自己拍，没然有啦，后因为感他刚刚我们误以为他是要当摄影摄师，影师，然后他就说如果自己生自己拍，就觉得开直播比较快。但是要记得要那个直播应该也可以录，对不对？嗯。对，要不然没了，对吧？Hans，Hello，阿平医Hello，师的志背景宏。更多嗯，哎，哎，我的波波在这里，我的波波。等一下，哎，我后面有野猫英雄的球衣啊，现在就是一个用直播来秀自己的珍藏的东西，这样子。嗨 那个玉佳，晚安。Hey，晚安。对，59分啊。九分哦，好，我应该就敲个波开始这样子啊，也可以啊。需要吗？还是如果底累的时候，就是开始就播了，不 了，就好，敲像那波波个，吗？就像是那个金马奖，不是讲感想的时候，超过时间会有音乐。然后就可以开始了嘛，这样子。对，对。嗨，梁玉，Hello，好，8点了耶，我要好，开八场点了，了，敲一下。好，好，开场敲一下好了，呀 yeah，听得到吗？听不到，听不到，听不到啊。我这边听得到呢。有这种哦，哎呦呦，好微，哎呦，有，有，好，开始了。开始有觉好，知了，开始有觉对，知了，大家有觉静知，下来听定我们聊心，天，这样。可是好，OK，大家好，我是那个摄影师黄云龙 Dumas，那非常高兴今天大家来，就是来听我在生产摄影这部分的一些 感想跟预见啦。那其实因为这是第一次的直播，就是我个人的名义做一些直播，我们团队，所以前面会有一些简单的一些介绍，那会分享跟大家分享我为什么会来拍生产摄影哦。那其实就是那其实蛮高兴能够跟大家这样就是直接跟大家聊，因为其实我之前在拍的时候。我们拍过蛮多，其实我们拍过蛮多了，就是2年多，我们拍了大概有30位的产家，哦，但是就是其实心里有蛮多话想要说的，哦，那其实也很少透过这样的机会，哦，当我在外面有的时候去学校讲座的时候会提到生产摄影的这一块，其中一块，但是跟学生讲，或是跟我也有去比如说跟大学生讲，或是跟就是想要学摄影的同学讲，他们 maybe 他们对这一个生产摄影的感觉，跟各位就是爸爸妈妈，或是说对生产摄影、对温柔生产有期待的大家来说，感触可能不太一样。所以今天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来在线上来讲生产摄影，我觉得是很开心的事情。对，好。那阿平也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些话？好啊，哎，我先跟 Dumas 确认一下，我们才2年多嘛，才2年多吗？工哎，作我室忘其实已经成立5年多了。了。然因为我后我是们开始合作，应该有3年多吧，至少。因为我是二零一我2017年离职的嘛。所以我们就算2018开始拍，那大概应该也是3年啦。3年多，对，对，然文琪后。说可能，怎么可能是？对，因为其实问文琪最准，因为
文琪是，他是第一个吗？啊，哦，那就三年半，好，就这样，现在开始就是三年半。就是，对对对，文琪的小孩几岁，我们就拍多久了？对，文琪的小朋友几岁，我们就拍多久？他说他三岁半了。好，三岁半，那就三年半。对对对对，对，小朋友都很大了，对啊。那时候我们其实一开始会想要做生产摄影，是因为看到国外有一个生产摄影协会，然后生产摄影协会里面每年他们都会办生产摄影比赛，那比赛出来的照片都非常的动人，我想大家去找应该都可以看得到，包括说现在在协和妇女医院的那个半透明的浴缸，其实也是从某一年的冠军的那个生产摄影比赛的第一名的作品去发想来的这样子。所以其实是因为台湾大部分的生产方式是关在产房里面，然后限制产妇想要陪伴的人，所以变成生产摄影在一般的医疗院所里面是一件好像不太可行的事情。那可是我们开始做顺势生产之后，生产的场所是非常有弹性的，你可以选择在家里，选择在助产所，在医院。那即便在疫情爆发之前，在医院产妇仍然可以选择她想要陪伴的人来陪伴她的生产，所以我们的生产的场域不一样了之后，让生产摄影变成可能，也让生产这件事情更贴近于产妇原本的需求，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强调的一个地方这样子。嗯，对啊，我觉得其实蛮重要的，反正我觉得就这样顺着讲啦，对。那因为我自己觉得就是会选择像是去给阿平医师或是说去找助产师来进行就是自己生产，好，温柔生产顺势生产这种方式的孕妇跟产家，其实他们有很多的意识是觉得自己要好好的体会这样子的生命的经验。那你想要体验这样的生命经验，那当然你会希望这样子的影像跟过程被记录，那所以通常来找阿平或是来后来找我来拍摄的产家，我觉得其实都很能够体认到自己的生产要是什么样子，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还蛮感谢的。好，那我接下来就来进行简单的这个的 presentation， 对对对，然后大概半小时，好，反正我们就边讲边聊，或者可能会比较短，或可能更长这样子。好，那我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PowerPoint， 对，然后这张图等一下也会介绍到。好，那我们看下一张。OK， 我叫黄云龙 Dumas， 那 Dumas 是我的泰雅族的名字。那其实我和我公司的团队目前都是在做影像的创作，那我自己有一个影像公司叫做夏和光影像有限公司，那其实除了平面拍摄以外，其实我们也有在做动态摄影的部分。那其实我们对于影像的创作，我们一直觉得我们不管是摄影机，其实我们有做摄影，有平面摄影动态摄影，我们也有做设计，那我们也会写剧本或是写一些短的故事。那其实我们的核心其实就是希望自己能 being a storyteller， 右上角有写，我们希望我们是一个说故事的人啊。那当然你要说故事之前，就是你必须先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 listener， 你要把人家的需求，人家说的故事把它统整起来，才可以讲出来给大家听。所以那其实我们在我在每一次的生产过程的生产摄影的这个过程当中，开头我一定会先希望能够跟产家好好的聊聊一下，然后我们大概认识一下彼此，我们才知道能够怎么样去把去迎接这个新生命，怎么样把它的过程把它记录下来。那当然有的时候可能会有的比较赶啊，有的可能会说啊，我下礼拜就要生了，但是我这礼拜没有空，
那怎么办？我们也是有视讯过的，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视讯，那也有，当然也有那个，前面有大概电话稍微聊一下，然后后来当天就要生了，那我们也有在现场可能没有办法聊了啦，那但是我们还是能够完成拍摄，我们大概知道对方的需求跟就是状况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撇开很多不说，撇开器材不说，撇开很多东西不说，我觉得我们的重点就是要帮人家把故事完整的说出来，这是我们的这是我们公司的一个那个精神啦。那我的背景如果有认识我的人其实都知道，但是今天看起来很像大部分是阿平的朋友跟粉丝，那没有关系，那我就也介绍一下。那我刚刚说嘛，就是我是泰雅族的年轻人吗？年轻吗？35岁。年轻年轻。比我年轻很多。我在台中的这个松鹤部落长大齁。然后我们看左边这个图。虽然它不是松鹤部落，我已经找很多了，这个看起来比较像是阿尔卑斯山啦齁。但是在我心中对不对，但是在我心目中我的部落就是跟那样一样美齁。嗯。那小时候就是在山上长大，那其实我们读书我们都会一直往沿着旁边，我们家在大甲溪的旁边，那我们就沿着溪流一直往下、哦、往下读书到城市求学甚至就业。那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是读这个警察大学，那当然是顺理成章、哦、大家会觉得顺理成章啦、哦、没关系， 我又乱想、哦、大家会觉得说你的粉丝纷纷在表态了、嗯、你一说没有你的粉丝大家通通都在表态了、哦、真的吗？、哦、我太专心在讲好。那就是哎，粉丝好，对。然后就是因为我警大毕业然后在台北服务嘛，那其实但是我在求学跟就业的过程中，其实我的兴趣还蛮多的，我蛮喜欢看书的，然后我也蛮喜欢我在学校的时候蛮喜欢做剪辑，就是 editing 啊，就是那个影像的编辑，大概十几年前齁。然后从警的时候也很喜欢街拍，然后玩相机，然后也有在从警的时候2015年然后也有申请这个那个艺术新秀，文化部的艺术新秀，然后有申请上，然后有去展览这样子，对。但是我的摄影跟我的影像的兴趣，我从来那时候都不觉得可以变成自己吃饭的工具这样子，对，吃饭的工具跟能力。那其实我以前在当警察的时候，我的那个肩膀，反正我的脖子都会背着一个相机，人家是装那个密录器，然后我是一台那个可以街拍的那个理光的 GRD3 齁。然后我们出去巡逻的时候，有时候反正我们巡逻都是24小时的，很多时段都会去巡逻，有时候是深夜，有的时候是下午齁。然后就是我们会经过很多地方，反正我们就跟着学长，我们就一车，我们就是会去找通缉犯啊，或者是有的时候会抓到枪，就是在路边哦齁。所以其实大家齁有时候在路边，人家口袋里有什么东西大家其实都不知道，对对对对，好，就是说然后我们就去，所以我那台相机啊，就是有时候我们出去巡逻的时候觉得哪个地方不错，然后我就拍一下那边的景色，好，或是我觉得不错的随手拍，好，然后所以我那时候的手机相机的记忆卡插到电脑里面啊，就会前面几张是那种很文青的照片，好，然后下来往下看，然后就开始变成犯人，然后变犯人的那个人像照，然后再来就是可能是毒品放在那个秤子上面的照片，收证的照片就对了。然后那是我那时候的手机，我那时候我的相机里面的照片是这一些，反正我那时候很喜欢照相啊。然后在我从警大概七年，我最后一个单位是在大安分局的交通组，然后那时候工作真的蛮辛苦的，我觉得自己生活的平衡都就是有点打乱了。
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在交通组的工作很大的一部分的工作是在当摄影比赛的评审。有人知道摄影比赛的评审是什么吗？就是人家在路边检举，然后他会检举的照片，然后就会到我这边，然后我就要看他的照片有有没人有说拍好。他违规，是不是你拍的？不是我拍的，对，但是可能会是我看的，对对对，是我会他就是你要看到，比如说他的违规，他停红线，他停红线，但是你检举的时候，你要连他停红线的这个事实跟他违规的事实跟他的车牌一起拍到。有些人可能拍了一张车牌，然后拍了一张红线，但是没有合在一起，那就没有办法，那就对，不能。那就对啊，那就是打回票，就是很浪，其实还蛮浪费。我自己觉得是还蛮那个浪费那个人力去做这些判别的事情啦，对，所以如果真的要检举，就拜托就是拍好，嘿，清楚一点，对，清楚一点哦，要不然大部分那个哎、欸、那个那时候还要用印的呢，现在可能都电子化了，所以我们都要印把那些照片印出来，然后那边看，对，然后就是那时候觉得工作很累啦，然后觉得。很想要就是离开警界去做别的事情，哦，然后当然我刚刚有讲过，因为兴趣的关系，所以兴趣让自己有别的选择，有别的一条路，所以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是还蛮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我从左边我说从准新到尽头，其实是就是我在转行的这个过程。当然啦，之后可能我们也可以有一个。专门的题目去讲这个哦，那其实我那时候在2017年底离开警界，要做转做平面摄影的时候，那时候是比较纯做平面摄影。然后其实我有想过还蛮多事情，因为摄影其实有非常多种。那大家能够最能知道的，那可能就是婚礼婚纱，因为而且大家最有可能被服务到的。哦，但是那样的竞争其实是蛮激烈。对我这样30几岁要出来的摄影师，我觉得 maybe 那个不会是我想要的。而且如果你要，其实当然他可能会蛮赚的，但是你如果要，大家可以想一下婚礼婚纱，如果你要赚，那你一定是没有六日嘛，因为婚礼都是办六日比较多。哦，那像我们这种，就是如果有小朋友的话，有时候你会想要六日。也是可以陪他们哦，所以这个部分我可能当然了，每个人都可能都拍过，但是说你自己有没有主打这一块哦，然后再来就可能拍形象照啊哦，然后再来就是商业摄影，商业摄影对我来说，我自己是比较没有兴趣，因为他就是可能要把拍手表啊，拍产品啊，就是要很细心的把那些东西把它拍起来这样子哦，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我没有那个拍摄商业摄影的天分了哦，然后加上也没有很喜欢。然后再来就是做艺术创作的摄影师，或是说风景摄影，哈，大家也会常看到，还有生态摄影，还有纪实摄影，很多种，哈。那有的赚钱，有的可能比较没有那么赚钱，但是可以实践一些你人生对摄影的一些想法。然后当然我就是在这样很多种的摄影里面去拿捏，然后最后觉得说，哎，自己可以做什么，哦，所以我主要的拍照的工作。我这边只拍照啦，因为我们还有一部分的营收是从动态摄影里面去动态摄影吼。那从拍照的部分，我的主要会有第一个是影像的创作。那因为我觉得我当初如果从警戒吼跳出来，然后我想要做的事情，如果我只是拿着相机，然后去 make money，就是去赚一些钱的话，那。也许那些钱不会比我在当警察的时候更多，那也许也会很累。那我觉得我们还是，如果在赚钱的过程中，如果能够得到一些就是自己喜欢的，理想的实践，我是觉得还不错。所以我也有在影像创作的部分，那个我也有继续会自己写一些案子，然后投文化部创作的补助，像是之前有拍摄这个白色恐怖受难者的一些概念的创作，然后还有平行，还有那个鹿山爸爸瓦嘎，就是泰雅族的圣山，吼、哦，我们爬到上面，我们去记录高山写作员等等，这个部分能够，也就是让我觉得影像也可以，充满就是丰富我自己的灵魂跟身心灵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
像形象照跟剧照拍摄的部分，那也是我在拍摄里面的一个就是赚钱的那个赚钱的一个类型，然后再来第三个，那就是生产摄影吼。那其实生产摄影对我来说，我觉得它这个在这次还有台湾真的蛮少的，像是刚刚有一个那个来宾有说他有听过一个协会，那个协会叫做 IAPBP，国际职业生产摄影师协会，要讲英文吗？很长哦，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Birds Photographer。那就是国际摄影师协会。其实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那也许就是阿平刚刚说的那个协会。那上面的摄影师其实很多，那他当然会有分国籍，然后你会看到上面就是台湾就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团队，其实就是我们团队在拍。对，然后大家觉得，我觉得也许是这个东西的数量很少，我觉得也许是跟那个大家对于生产的态度可能不太一样哦，所以我觉得在推广、在记录生产摄影这个之余，其实我们也跟推广顺势生产，跟让产家能够体会自己选择的生产方式，其实是脱不了关系的哦，所以我们也这也是一个倡议的工作跟活动这样子，所以我们才会。所以这个生产摄影会变成我们团队很重要的一个拍摄的项目。好，对，那就是为什么会是生产摄影？那为什么会是生产摄影？就是当初，哦，不，有人说 IABTB 是 IAPBP，没关系，那个我们等一下会请那个我们的吴助教打在那个，把对，链吴助接贴上教，好吗？去。对，那为什么是生产摄影哦？那我觉得生产摄影的记录，其实我们刚刚也有讲嘛，就是我们其实是希望能够记录，就是生产过程的那个美好，我们迎接每个人出生的那个样子。如果你觉得你的生产是很重要去的体会，那我觉得选择生产摄影有可能就是会是一个给小朋友跟你们全家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礼物这样子，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那当初会对不对？你看陈玉平医师，这个就叫做形象照，对不对？形象照就是形象照跟我这边可以顺便讲一下嘛。形象照跟大头照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是，大头照、证件照就是要辨别你的个人嘛，所以你的五官都要很清楚。那形象照的话，那就是要用这张照片，在你人不到的地方，我自己觉得啦，在你人不到的地方，它可以代表你，然后让人家觉得这就是你的形象，这就是形象照。然后这是陈玉，这一张也是玉萍阿萍是在我们之前的工作室拍的，对。粉砖然就用后这一张啊，本专就用这一张，我觉得我们改对，天再来拍一张，对，好。对。然后那个。就是其实这部分能够接触生产摄影，其实也要感谢陈玉平医师啦，吼，因为我们自己有两个小朋友，那时候刚接触生产摄影的时候，其实自己也是刚当，我跟我太太一珍，我们也是刚当那个爸爸妈妈没有多久，所以我们其实离产房跟育儿的经验其实都还蛮近的，接那近。其实很，对啊，很近，然后对啊，然后离好运也很近啊。对，我们家离好运也很近，然后其实因为离协和也很近，好，然后也许是因为这样的关系，然后那时候刚好离职嘛，然后阿平刚好有一个想法，我们就说能不能记录一下生产，对，生产摄影这一块，那我当然是 OK 啊，因为我刚刚跟大家说，就是我在从事摄影这个部分，我一直在前面在抓自己适合当哪一个，怎么样的摄影师。到现在，我大概慢慢会有雏形了。其实我就有跟大家说，我们希望能够传递故事给大家这样子。好，那当然，我们接触生产摄影之前，那阿平，我们都蛮常去阿平那边跟助产师跟家带哈，
然后我们就是去上课，去增加一些知识啦，在生产方面的知识，还有产程的部分，这样我们到现场比较不会，哎，突然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样，什么样的状况这样。那经过这样子的上课，小小的训练，然后再加上到产房的很多很多的经验，就会变成我们现在都很容易，都比较能够大概可以掌握，就是产家在生产的，不能说完全的状况，但是可以知道每一个人不同的节奏，对。然后这是我们学到还蛮多的东西，好，然后再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当然有几张照片了，我们照片非常非常多，那我们也不可能就是每一张都在这边分享给大家，而且有一些我这边也要跟大家说的是，就是有一些照片我们当然会选择上来放给大家看的，那当然是一些就是比较能够符合大家接受的，然后当然产家部分也希望能够就是也不会太裸露太多，会有太多不一样的画面的哦。所以大家如果之后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服务大家的话，那其实我们也是用同样的心情，就是希望能够就是互相都能 cover 啦，都能保护。好，那这是我第一次的拍摄。好，那时候因为认识阿平，知道阿平是顺势生产，哦，温柔生产这一块。但是那时候在拍摄第一次的时候，就突然觉得，怎么跟我想象中的温柔生产不太一样？好，那这个产家叫 WC， 好，那就不说全名了哈。然后，那他应该有在看嘛？哈，好，然后那个，对，然后那个，因为 WC 他的那个小朋友越来越大了，然后但是他很希望能够，还是希望能够就是能够顺势生产，能够就是自己自然产，然后但是到了后面小朋友很大，然后这个小朋友大概我记得是4000多克，然后所以他必须要就是剖腹这样子。那我其实第一次站到这个，我第一次拍摄生产就是到手术室，那当时也好险阿平有坚持跟医院做沟通啦，然后所以可以让摄影师进去。那当然我们也是有全部武装齁，都有消毒，然后有穿防护衣齁，都很完善。然后我还记得医生左边的院长嘛齁，他跟我说就是东西不要超过到那个哪一个范围是无菌区这样子。对，无菌区这样子。对，无菌区齁。然后就是刚好对，然后就是那个经验对我来说蛮特别的，然后我会觉得说身为摄影师还可以到这样子的地方拍，我觉得是有一种使命感。对，然后这样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是小朋友出生的时间，他右手举起来刚好就是上面那个时钟，所以这个都是证据，这个刚好，连秒数都有，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拍完这一张就加深我对生产摄影的一个使命感，我就觉得说小朋友有的时候是值得被拍下他的第一张照片这样子。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张，这张叫做臀位生产，然后这张还蛮难得的，然后这样子的生产的方式其实也应该算是蛮困难的，然后我们可以请阿平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臀位生产，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一下。好，那个，我可以先打书吗？对，可以。好，那个我五月，就是上个月出了一本新书，叫《生产本该无伤》，然后呢，生产本该无伤，然后那个在里面有一个段落，就是讲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是要做臀位生产这件，臀位阴道产这件事情。那自从健保开办之后，他把臀位当作高危险的生产，然后把它放到那个剖腹产的适应症之后，其实在台湾的各个医疗院所，臀位生产等于需要开刀。
这个已经就是臀位的阴道禅已经渐渐变成一个失传的技术。那我在书里面有讲到，其实我不希望它是一个失传的技术，因为当一个孕妇她怀孕，然后她的宝宝胎位不正的时候，其实她在获得足够的资讯跟做好足够的准备之后，我觉得要保障孕妇她选择生产方式这一件事情，那个也是我们做顺势生产一个很大的宗旨，就是要去保障孕妇跟孩子的人权。好，就是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人权的问题这样子。那这样子的情况，我们这几年在做生产的准备上，我们不管是我们自己原本就开始产检的孕妇，或者是在一开始有一些孕妇因为她怀了孩子是臀位，然后她想要选择阴道产的时候也会来找我们。那我们希望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能够保全他们想要阴道产的想望，所以就是我们在跟产家产前做好准备之后，我们还是接臀位的阴道产这样子。那比较详细的一些做法，或者是说里面有什么想法，然后还包括这两年来跟中医师一起去照顾这样子的孕妇有什么心得，那都写在书里面，大家再去买书来看。所以其实臀位的阴道产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就是现在在台湾其实是非常少见。那刚刚 Dumas 放这一张照片，就是它不但是臀位，而且它本来计划是要在水里面生这样子。那我不知道 Dumas 有放另外一张照片吗？就是后来我们可以看到照片，就是宝宝的屁股已经出来了。那照理说他出来应该要接着就是身体然后是头，可是在那段时间稍微有点卡住了，我觉得不太对，就是那样的时间拖太久了，就立马把妈妈从浴缸里面抓出来，然后就是我们其实是坐在生产椅上，把孩子后面身体就是肩膀跟头的部分再伸出来。对，那臀位生产因为它有相对的比较高一点的风险，所以宝宝出来的时候有点就是还没有即刻的呼吸不哭这样子，那就是压了那个 mask， 就是帮他紧急复苏，然后他就恢复了那个呼吸心跳各方面就稳定下来这样子，所以是两张是连续的照片这样子。对，然后我记得就是因为他臀位生产他有点挤压，所以一开始他就是用那个让他去呼吸嘛。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画面还蛮不错。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在拍这个在拍 YAS 产家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蛮常就是因为去创作的关系，所以蛮常去爬山，爬高山，去大霸尖山，所以那时候都觉得说就突然觉得我在记录山，记录这个亿万年才长一寸的古老的一个山巅产生的东西，产生的一个领域，然后我可能下一秒然后又到产房，都市的产房拍摄这个才刚出生几毫秒或是几秒的一个新生命，那时候就是给我觉得就是在记录上跟摄影上的一个感动这样子。对，那时候是这样子觉得。好，然后再来下一张，这一张我也蛮喜欢的，就是一个产家叫做 Becky 齁，那他就是我蛮喜欢这样子，就是大家有一种就是合作一个 teamwork 的感觉。对，那这一张他其实都有拍到，就是我觉得有拍到就是在这个产房这个空间里面一起迎接小朋友的全部的人，当然是没有拍到我了，那就是我对对对，但是当然是以我的观点的角度去拍这件生产这件事情的。对，然后是有拍到阿平，有拍到助产师加代，有拍到妈妈，还有新生儿，然后有拍到姐姐，然后还有爸爸，然后我觉得这张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蛮喜欢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对。然后这一张叫是 Sarah， 然后Sarah 应该不是那个阿平的那个的产妇，然后她是产家、嗯、对，然后她是在，但是她是在那个四季河岸生、哦、然后这也是我第二次进到这个，第二次进到这个开刀房，对。然后就是为什么叫爸爸的眼泪，我觉得这给我一个感触比较深，就是说我觉得摄影这个工作就是你需要被值得信任，那生产摄影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完全可以让产家信任我，然后我被信任的感觉。像是因为这个要剖腹之前，就是妈妈都要先给妈妈打那个麻醉嘛。麻醉。对。对，然后妈妈在里面等，好，然后我跟爸爸我们在外面等，等到 OK 了我们才进去。然后其实我跟爸爸在外面等的时候，我的手机就突然出现了那个 Sarah 传给我的讯息，他传给我说，他说那个他先生的哭点很低，他叫我要特别 tag 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觉得还不错，就是说我觉得会有这样子的互动，然后这样子相信我，然后就是让我可以去完成就是大家想要完成的任务，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还蛮感动的。然后还有就是也是因为这一次 Sarah 她想要除了拍照之外，她也希望能够有动态的摄影，但是其实在产房里面一个人多一个人就已经很挤了，何况我跟爸爸是多两个人，所以势必是不可能再多另外一个动态摄影师，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个折中的一个想法，那就是我们在我的那个摄影机相机上面装了这个动态摄影机小型的，好、哦，然后这也是比较折中，那当然就是也比较经济啊。就是说因为你要请一个另外的动态摄影师的话其实都会蛮贵的，所以到后面都会，所以也蛮感谢 Sarah 的，所以到后面我们都有提供这种比较简易的但是又可以折中式的录影 的那个 方案给大家，给各位产妇做一些选择这样子，对。然后当然了、啊、因为其实爸爸的眼泪这一张真正爸爸的眼泪那个照片当然是不可能给你们看的啦，要不然不好意思。对，然后就是说这部分也要跟大家就是其实都要非常的卖关子，然后因为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记录，就是他有其实有超过一半，你们看到这些照片当然是我觉得是还蛮 OK 的，当然是他还有另外一半是只属于产家他们家里自己的回忆，那除非当然他们要公开给大家看，那当然是 OK， 但是我们基于尊重的部分我们还是会挑一些然后像这样比较可能比较安全的画面给大家看、哦、好。然后再来这个叫做最远的距离，那为什么叫最远的距离呢？、哦、因为这张照片就是我那时候其实拍摄生产摄影大家其实都要知道，就是您的预产期并不是我们可能，因为我们可能平常还有其他的工作，然后我们也有小朋友，所以我们不是说马上就可以到一定拍得到啦，但是当然是目前拍过来我们当然很像只有 miss 掉一件而已，三十几件里面只有 miss 掉一件，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完全保证啦、哦、那这张照片就是我那时候大概晚上九点多要哄我两个女儿睡觉了，然后就突然接到那个 Mandy、哦、产家 Mandy 的这个讯息，就说她准备要生了、哦、然后我那时候也蛮紧张的啦，因为第二天其实还有一些会议跟工作，然后现在也九点多了，然后最遥远的距离 Mandy 她在彰化的秀水、哦、然后所以我们就还蛮紧张，但是我们那时候有点不知所措，怎么
不知道要怎么办。但是我就跟义珍跟我太太说，那个我就跟我太太说，不然这样，你先想怎么办，我先去公司准备器材，然后往那个往高铁的路上这样子。然后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我再折回来，这样比较不会浪费时间。哦，那其实我在公司整理器材整理到一半，我就突然想说，就是我们就下去好了啦，就是拼一下，因为我觉得厂家会选择我们，就是我当然觉得也希望给厂家一个承诺。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尽力。那我就所以我就赶快冲去火车站，那时候搭了大概10点多快11点的高铁，几乎是最后一班的高铁。然后到了台中站之后下车，马上搭 Uber，然后再赶到秀水，已经12点，快凌晨12点，然后拍完。大概是三四点，哦，三四点，然后就是后来拍完，我觉得还蛮开心的。然后，然后再隔天，然后再搭那个，这一群助产团队是在那个埔里，哦，叫顺生吗？恩生，恩生，秀霞对对对。姐，嗯，秀霞姐他们在埔里，然后他们就说，那干脆就是也可以顺便送我去高铁，所以这次的经历我觉得也蛮妙的。好，我搭了几乎最晚的高铁去拍，然后再搭最早的高铁回到台北，然回后隔来天的台工作北。还是来得及这样子，所以觉得还蛮奇妙。我觉得刚好啦，就是我觉得也都是有一种祝福，就是觉得缘分都有到。嘿，我觉得都能够拍摄到小朋友出生的画面，我觉得很棒。然后再来就是，哎，那个读马组，我可以打断一下吗？好因为，OK，有观众说感觉像停电，我说明一下，其实宝宝出生的时候，那个灯光必须要很暗，就是说，因为宝宝在妈妈肚子里面是一个比较昏暗的环境，那我们希望生产的时候不要因为环境太亮的光，让他们出来之后眼睛受太强的刺激。那我觉得这个对摄影师也是一个挑战，你要不要来讲这一个部分？你说 OK 好啊，那其实就是本来是亮的，当然是以我摄影的灯光的一些我觉得的美感来说，我觉得暗会比较好，因为如果全亮的话，其实会蛮比较平啦，会让画面没有立体的感觉，嘿。但是灯下去暗了之后呢，你就会觉得说，那我的相机的技术规格可以达到嘛？就是你要怎么样？而且对，因为有时候光有时候它会过曝，像 有的光如果没有那么柔的话，它有可能过曝。那你如果因为它的对比其实蛮大的，你又怕说，你让那个灯不要过曝的时候，过于曝光的时候，你妈妈跟其他人又会暗下来。嘿，那当然这是技术的一些问题啦。那当然有的时候就要自己去找一些角度，哦，或者是在不影响妈妈的地方，有时候我会看现场有没有灯可以偷开，但是就是小灯啦，不可能马上给他开一个大灯这样，然后利用那个灯看能不能去反弹墙壁，让墙壁这样反过来一些光，哦，就是我们在现场的做的一些这样子的处理。但当然每一个拍摄的地点都不太一样，除了协和或是好运助产所都是比较常去、比较固定以外，那有时候到很多产妇的家，你完家全里。就是对着家里的话，就是要就是要对不对？就是要急中生智啦吼。那我自己个人觉得还是用自然的方式来拍摄会比较好这样子。然后就这一张是爸爸吼，那时候其实妈妈她在浴室用力啦，就是在浴室就是助产师在帮忙她，然后爸爸从外面比个赞这样，那当然就是对，比他们其实都感情都蛮好的，所以我们都会帮人捕捉多一点的画面吼。那其实有很多，我那时候刚开始在拍的时候吼，有很多人知道我在拍生产摄影。哦，然后就会跟我说，就像我的那个
活动的片头有说嘛，有些人会说，哎，你干嘛拍那个那个血淋淋的啊，我跟你讲拍这个不好啦。哦，但是其实我其实那时候不知道不好在哪里，到现在我觉得没有不好啊，因为他们可能会有点误解，他们以为就是拍生产摄影就是拍要拍到巨细靡遗，要拍到器官，哦，要拍到什么，哦，但是其实我们拍摄的时候我们刚刚有说过，就是我们希望拍摄的是一个故事的内容，一个让大家在迎接这个生命的一个过程，哦，那生命的一个过程，然后当然是具有一些美感的，对，然后这才是我们需要拍摄，因为我们不是像是什么医学摄影 那些之类的，哦，所以我看我现在右上角有写的，就是我们第一段写说 being a storyteller 嘛，就是当一个说故事的人， not just photographer， 就是不只是一个摄影师。那生产摄影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动跟预见来说，就是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不是，这真的不是一个摄影师而已，我觉得我们更像是我们也是会，我们陪产家跟产妇，我们就走这一段过程，虽然它可能很短，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半小时，有时候一小时，那有的时候之前又有拍过二十几个小时的，哦，一天我太太又拍过二十几个小时的，欸，那个就是真的是比较久的陪伴了，哦，那就是当中当然也要感谢就是各位产家的支持啦，哦，那有拍摄过的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哦，到现在对不对三岁半了我记起来了，对，然后就是当然也有像梁玉啊，他在线上嘛，他找我拍摄的时候是他第二次，对，第二次生小朋友，我还记得第一次生小朋友的时候是他跟大宝，哦，还有爸爸，哦，然后爸爸就会准备很多吃的，他说要安抚这个小朋友这样子，然后还会 share 给我，那是我对对对，然后那是我大概就是前几场拍的啦，然后后来到了也是今年梁玉来找我，嘿，就是我感觉其实是蛮感动的，因为一样哦，就是我们在助产所拍，哦，爸爸还是带很多食物，嘿，但是吃的就变成大宝跟二宝，然后二宝是我上一次拍他出生的那个小朋友，已经长大了，然后一样也是会分享给我，然后也是他们还要准备好运卖的红酒，还蛮好喝的哦，没有酒精的没有酒精的红酒，然后要冰，对，然后真的还蛮好喝的，然后就觉得自己被这样子的对待，我觉得很温柔，对，就是我们遇见的温柔，然后就是当然也有像是就是也有很多产家，就是我们也会变很好，也会变蛮好的朋友，然后有时候因为自己是在创业嘛，然后像是这个也是会给，像有一个朋友他也会蛮常给我一些建议的，就是在自己做一些做创业的这个部分，然后也是蛮感动的，然后再来就是说还有一个还蛮有趣的，就是我们先拍他生产，哦，然后再拍他的婚礼，就是对对对，还蛮有趣的，就是因为他可能跟先生可能还没有，就是先生小朋友之后过了一年，然后再找我们去帮他拍婚礼，然后他的婚礼就是带着当年我们拍他的小朋友一起走红毯，对，这件事我觉得也蛮感动的，很美，哦，很美，所以我觉得所有的摄影形态，我们刚刚讲的摄影形态，我觉得生产摄影对我来说是真的是真的是被信任啦，然后当然是还有一个被信任是我记得是 Celeste， 对，就是在他居家生产，然后生小朋友，但是他中间可能有去，他们要需要去医院，哦，但是医院那时候因为目前防疫的关系嘛，所以我可能也那时候不太进去，哦，那所以他就因为我可能当过警察，然后就说那帮他在家里顾小孩，哦，他小朋友在房间里面睡觉，我就在客厅这样子，
就觉得这样被信任，那也就是真的就是陪他们走一段这个生产的过程，对对，所以要我帮忙拿东西也是可以啦，对，就是大家一起把任务完成，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哈。那其实这样子的故事，我觉得当然现在疫情比较严重，但是我们希望未来还是可以再继续去记录很多不同的其实每一个产家，虽然我们拍过很多，但是我相信阿平应该也有这样的体会啦，就是你拍过很多，但是每一个产家就都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故事，都是不一样的一个不一样的体会哦。那这样子的体会呢，就会让我自己觉得，我没有办法在现场用很制式的方式去拍摄大家，对，就是每一个状况都会不一样。对我来说，都是会让摄影师继续张开他的五感去拍摄下来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画面，这样子，对。然后，这就是我对生产摄影的感想啦。对，好，然后就是说，如果大家有兴趣，对，也可以就是来找我们团队，就是黄云龙 Dumas。那因为这个产业其实在台湾其实不多啦。那就是我当然是希望能够透过生产摄影的部分。然后也能推广，让大家更认识面对生产的一个过程，不要让大家，我觉得要不要选择顺势生产跟温柔生产，或是怎么样的生产，都不是，都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其实不希望大家很像把，我敢说，就是除了那个医生、护理人员或者是助产师以外，我觉得。其实我到场的机会其实是蛮多的，那我觉得我其实蛮不希望人家大家都把生产是直接连接到负面的情绪 负面的情绪跟那个一些关键字啊，所以我觉得希望把这个生产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美好的东西。我们利用影像，那影像在现阶段来说，它就是一个在现代社会来说，那它就是一个传递故事的一个媒介。很容易的媒介，它甚至可能会比文字更好下咽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件事，包括阿平在写书，我们都是相辅相成啊。其实我们都是同一个 team，我们都希望能够让生这件事更美好，至少在台湾哈，至少我们都还在的时候啦。对，那这样就是我对生产摄影的一些想法。那我这边有一些联络的资讯，其实但是大家都其实都在粉专了，就都也可以联络我。然后我左边有那个讲座的问卷，大家也可以先扫，然后等一下结束之后再填没关系。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请了阿平跟我们分享，然后我们等下会秀我们的 Slido 在旁边。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 Slido 上面尽量塞给我们，然后我们等下会在节目的后段。来跟大家分享哦，或是一一来回答哦。好，那我们再把那个现场交给阿平。嗨，大家好。嗨。接下来我先来讲讲，就是说，我们刚开始跟 Dumas 合作的时候，因为台湾大部分的产家并没有听过生产影像记录这件事情，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像刚刚 Dumas 有讲的，大家会想说，诶，生产这件事情不是血淋淋的吗？有什么好拍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也是顺势生产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大家去想象生产，就像刚刚 Dumas 说的，他不想去让大家的。都把生产贴上很多负面的标签，譬如说，大家就会觉得很不由自主，然后很痛，然后很凄惨，然后很多人在你身上帮你放了一些你不想放的东西，甚至是去压你的肚子这样子。那其实回过头来，你去想，生产这件事情有哪些方面是你自己可以做主的？那，这也是顺势生产一直要去讲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孕妇
跟宝宝他们的身体的自主权，就是他们有权利决定他们要怎么样被对待。那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生产就变成是一个可以记录的生命历程，而且它会是一个很美好的生命历程，然后让大家觉得说之后还可以再把它放出来看的影像记录，不管是动态的或者是静态的这样子。那我举我自己当例子，我自己生产生第一胎的时候，第二胎来不及啦，因为第二胎一进产房就是一进医院就植入产房了，然后所有的人都差一点来不及这样子。那第一胎的时候其实就是跟大家一般想象一样，就是先生就是进产房负责拍照的那一个人，然后我们就是上产台啊，然后被压肚子啊，拉真空吸引把小孩生出来啊，然后先生拍的照片跟录的影，就是你在那边呲牙咧嘴的，然后很用力，然后把小孩生出来之后，大家就啊，就是小孩出生了，很开心这样。然后可是那时候的记录到后来我都不想看，就是生完孩子反正带小孩也很忙，然后就一直把影像放着。那一直到几年前，我们的就是我们有一个生育改革行动联盟，然后联盟的伙伴说他想要知道在台湾一般的医疗院所里面的产房的设置是怎样，然后产妇是怎么生产的。然后我想，对，我有拍照也有录影，那我把它拿出来。那时候因为已经开始了解到有不一样的生产选择，不一样的生产方式，那再回过头去看那些照片的时候，其实是有百感交集啦。一方面觉得哇，我用那样的方式生下小孩，觉得小孩并没有受到最好的对待。我想大家都有一个心情，就是说当爸爸妈妈的人都会希望能够给孩子最好的。所以当这几年知道有另外一种生产方式存在，再回去看自己生产的照片的时候，就会很感慨说为什么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有这样的生产方式。那可是这边也要跟大家讲说发生的事情你不要再去懊悔或者是懊恼。就是像很多我们接的第二胎的产家，他会在生完第二胎之后也很懊恼说为什么第一胎不是用这样子的生产方式。那我觉得要提醒大家的是说，每一个爸妈在他手头上获得的资讯，他那个当下做的决定都是那时候最好的选择。所以我后来就是这样安慰自己，然后就觉得说如果没有以前这样子的经验，我现在不会那么有热情的想要去跟大家分享不一样的生产方式，然后这么想要让这样子的生产方式在台湾能够遍地开花这样子。所以其实以往在医院那样子制式化的生产，大家会觉得不值得记录，而且真的都会跟一些伤痛，然后一些难过，然后没有办法对自己的身体做出更积极的一些做法，然后感到无奈，这些负面的情绪其实是都有的。所以我事隔多年再去看我自己生产的照片，其实是泪流满面，就是会觉得好多的委屈跟不开心这样子。那可是自从自己做了顺势生产之后，然后跟就是跟杜马斯他们合作之后，哇，每一个生产的场景都是爱，都是光芒，然后你会觉得每一个在场，就是整个团队所有的人都被那个场景鼓舞了。然后我看到有人说我气色很好啊，那是阿姨对，然后我们都会开玩笑说，因为我们接生的时候是在这么开心这么有能量的场域，所以我们都会我们的笑容会越来越真诚，然后我们人的健康也会越来越好这样子。那所以就是说这样子的合作
就如刚刚 Dumas 说的，我们真的是一个团队。那我非常佩服摄影师的，就是说我们刚刚不是说生产的场所，我们生产的房间通常都关得暗暗的。那因为通常都是助产师在现场陪伴产家。那我是到就是子宫颈全开，宝宝要出来的时候才会到现场。然后其实好几次我都不知道摄影师在现场，所以我这样是要强调一下他们的专业，就是他们很懂得怎么隐藏自己，然后让现场去说故事这样子，然后都有时候就是回过神来，诶，原来今天有摄影师在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几年的合作的过程，我们不但是我们的助产师跟我就是去把生产变得越来越温馨吗，越来越有力量。然后我觉得现场记录的这件事情也非常重要，因为透过这些影像，大家可以看到生产原来有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在大家规划生产的时候，就会比较知道说怎么样去规划自己的生产，好好的把自己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拿回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听得到我讲话吗？有哈，听得到哈？有。好，那个阿平刚刚有说，就是，但我们的其实我刚刚没有有一个地方没有提到啊，因为我怕时间占比较多。那就是其实我有几次工作的经历是在剧组当那个剧照师。哦，那也是我其实我离职警察离职的第二天哦，我就到剧组报道，然后去拍剧照。哦，然后那个然后拍剧照工作可能我不知道大家的想象是什么，但是其实剧照工作是因为我们要在现场捕捉一些戏剧里面的，就是电视剧里面的一些平面的照片要做行销，所以我们通常都会躲起来，哦，不会被这个不要干扰到演员，然后不要干扰到摄影师的动态摄影机的敬畏，所以我们都会很顺势的避开一些比较重要的动线这样子。所以也许是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经历，所以我们很容易就是在那个在产房或是在居家里面变，就是居家生产的过程中变成这个忍者啦齁。那当然就是对对对，然后再拍尽量是不要影响到大家生产的过程啦，因为大家都已经很专心专注了，如果又有一个镜头突然指着产家的时候，如果太刻意的话，我觉得那个心情可能会都会稍微被都会稍微有点影响到。然后这就是这是我们团队拍摄的一些经历。好，那只有这四题吗？对吧，要不要再多问一些啊大家？那如果大家可以陆续问啦，那我也可以陆续来跟阿平一起来回答。那我们就从第一个问题开始哦。好，不知道可不可以问，在产程中如果遇到危急的时刻会拍下来吗？还是拍摄条款里面有注明不能拍这个段落？那这个问题的话，那就是要可能要问发问的，就是发问的人，就是如果你是产家的话，那当然就是要看你愿不愿意被拍，因为这个部分危急的状况，我这边当然是我当然是希望能够也都可以记录，像是梁玉哦，就是上一次在助产所拍摄的，当然他那个状况没有很危急啦，只是就是在车上生了哦，然后其实就是对，然后羊水就破，然后沿路都是啊，那我们还是一样拍啊，那这样子的记录其实也是留给产家的一个美好的回忆啊，对，然后是一个经验啊，知道哎，小朋友你就是这样子，你是这样子出生的，爸爸妈妈就是这样，看妈妈很辛苦，然后爸爸还要洗车哦，对，我那时候跟他那个时候都我都为那个。梁玉的先生哇很辛苦哦，对，然后其实是没有不能拍啦，那只是看你觉得需不需要被记录。那如果真的不能拍的
不能拍的画面的话，那除非是有第三单位，比如说是像医院，你紧急时刻你去了医院，医院说不能在里面拍，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拍了。对，那如果只是我跟您之间的合约的关系的话，那就是可以看看你的想法这样子。对。我记得上一次有一次是，就是胎儿的心跳突然变不好，然后我们拉进去产房拉真空吸引嘛。那一啊，次我是知道，你拍的还是医生拍的？我拍的，哼哼，然后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危急的时刻，而且，当然我是接生者，我在那个当下我不能有。不忍或者是怎样，我还是要做完我自己的事情。那可是后来想那个画面，我自己会觉得说，会不会对产家来讲，那个就是属于这个问题里面的那种危急时刻，然后拍下来会可能会有不忍心或者是不好的连接这样子。可是那一次的记录，其实当宝宝平安的出生，然后放在妈妈的胸前开始做肌肤接触的时候，妈妈的笑容，我到现在都还很清楚记得那个画面这样子。那我就觉得说，其实，在危急的时刻，他的记录还是持续着。那你回过头来去想，其实你反而会记得它的美好。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为什么讲它是一个纪实，就是说它也是实际上发生在产家身上的一个过程，这样子。那要不要记录的话，就跟生产计划一样，就是生产本来就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一个过程。那当你在那个中间，你如果真的觉得从这个开始，这个时候开始不要记录了，你自己随时也可以跟摄影师提出来，这样子。大概就是这样。好，那我们就第二个问题是，产家是怎么找到摄影师的？好奇产家记录的心态，想请 Dumas 分享印象深刻的经历。好，产家大概会找我的话，一开始是我们有跟好运助产所合作。对，然后后来的话，因为我们拍摄的产家也比较多了，那有一些产家他是会透过我们的网站，或是我们的不管是夏，因为夏和光，或是说这个我的公司，或者是说这个黄永龙 Dumas 的粉砖，然后来连接到我这边，然后跟我联络哦。那其实产家记录他们的心态。我觉得其实就是他们想要把他们没，就是生产的过程记录下来。他们知道，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他们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哦，他们希望他们，因为他们很注重，他们很非常看重他们的生产的这个过程。哦，他们希望把它用影像记录，然后就是知道小朋友的一出生的第一张的照片，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蛮给小朋友蛮好的一个礼物啦。OK，阿平有要补充吗？那你有没有什么深刻的经历，印象深刻？你说印象深刻的经历啊？他后面说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经历？刚每个都很印象深刻啊。对呀、对啊，对，我刚刚其实有讲蛮多那个故事的，每一个都蛮印象，包括阿像。平刚刚说的那个突然就是进去拉真空吸引吸，那个，对，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人还蛮多的，就在。因为就是护理师，然后反正因为比较危急的状况，大家都会来帮忙，因为人越多好办事啊，对。对，所以我那时候就不知道挤哪边，所以我还是各种方位都有试，都试过啦。对对对，对，而且所以都其完实，全不会影响到我们在做紧急的事情，这样子，所以其实是蛮对，厉当然，害的。啊，要不然就是变成一个移动的石头，对吧？所以分享印象深刻的，刚刚其实都印象都蛮深刻的哦。然后其实我之后还是可以分享啦。有，还是有蛮多故事可以讲的，对。
然后我们来看下一题是，请问会有产家的长辈对拍摄会有意见或是禁忌的考量吗？哦 ，OK， 通常会来找我们来拍摄的，我觉得他们都已经跟家里有处理好，嘿，不然就是他们家里可能不知道，嘿，那对对对，有可能他就不会让他们家里知道，所以到我这边来拍摄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听，其实已经比较不会听到长辈们的声音的啦，对，因为我们就说，其实我觉得会来找我们做生产摄影的拍摄的产家，他们都有很强的自主性，自主的空间，他们都是够的，他们懂得自己去沟通，自己去 settle 很多很多的事情，当然是很辛苦，但是他就是要他的生产就是这样子，对对对，所以我这个产家长辈的部分就是我这边是没有还没有遇过啦，那如果有遇到的话，那以我的角色，我当然会先请产家先好好的跟家里讲啦，对对对，嗯，阿平有遇过吗？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牵涉到顺势生产的决定，其实我把那个切分点切在那个九年级这个世代，就是民国八十年出生的，台湾是在民国七十八年解严的嘛，嗯，诶，大家记得这个数字吗？大家知道解严这件事情吗？就是在民国七十八年之前，台湾其实还在戒严时期，所以我觉得在行医的过程，在门诊跟产家互动，六年级生七年级生都还在一种受到一种我跟大家一样合群乖乖的，这样子是一个比较好的情况这样子。那因为九年级其实他们在解严之后出生，对他们来讲自主这件事情是从出生就有的，就是他们没有活在戒严时期过，所以其实他们对于自己的自主，自己负起责任来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 nature 就有的东西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因为现在产家已经慢慢的 shift 到九年级的生产了嘛，齁，六年级应该比较少人在生了，然后七年级也慢慢变成高龄了这样子。那我是在跟产家沟通的过程当中有发现这样子的变化，所以其实我有点好奇提这个问题的人是不是六年级生这样子，就是呢就是说长辈的意见其实某种程度上在生产方式的选择上，如果对拍摄有意见的长辈应该对生产方式也有意见这样子。那怎么样跟长辈去做一个好的沟通，然后甚至说长辈的观念如果跟自己的观念有冲突的时候，怎么样去让他们能够理解现在我们做的并不是一个危险的事情。就是说我讲就是很多人误以为顺势生产是一个危险的生产方式，那我在书里面有特别写到这一点，就是说其实当你去了解我们整个生产的逻辑，技术上操作的这些事情之后，你会发现顺势生产其实是一个更安全的生产方式。那所以在生产方式的选择上怎么样跟长辈沟通，我觉得是很需要认真去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那因为会跟我们签约然后要做顺势生产的产家，原则上他们已经先克服了这个长辈的问题这样子，所以才会去预约顺势生产的时候好像不会遇到跟长辈有那个冲突的部分这样子。好，那下一题是这个住在高雄的话有配合的助产所吗？这一题是在问顺势生产还是在问，这应该是问生产的齁。对，那这个应该是答案是应该在密门咯。你还没有跑，你最远就是到彰化嘛还没去过高雄吗？对
就是还最远的还距没，离如就果是是彰化嘛，对。对，如果我们拍摄的话，最远的距离是彰化，对，到嗯。彰化啦。如果说比较急、比较赶的话，因为就是如果你要当天去，其实对我们来说是 OK 的。如果说我们可以比较可以评估啦。那如果是说嗯费用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直接讲，我们基本费用是15,000，然后我们再看是白天升还是晚上升，然后都会如果是晚夜间的话，就会有一些加成的费用，大概加3,000元。但是我这边是先讲，因为我这边手上没有合约哈，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当然是越远的部分，那就会有一些车马费。那就是，当然是高铁的费用啦。如果要升的，我们还坐区间车，那我可能 还不对。起去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生产摄影师能够一起来做这个部分啦。然后 我们一起嗯，推广，就是生产美好这样子。那目前我自己好像手边没有什么人可以。除了我太太一真也拍过蛮多那个生产摄影之外，其实这部分的人员其实都蛮不好找的。OK，那我们看下一题哈，生产过程比婚礼更难评估。那如果有突发的状况或是急件，你们会如何拍摄？评估拍摄的成本。那如果是突发的状况或是急件的这个部分，如果我们通常我会希望在生产前的1、2个月签约，就是签约会比较好，那当然就算是签约也没有办法保证说一定拍得到。那如果是突发状况或是急件的话，其实我们都会看当场的状况。如果说你明天，你如果现在突然要生，你要来找我来拍。那其实当然也可以，然后我的时间如果 OK 的话，那当然是也可以。那当中目前的成本的话是跟一般拍摄的费用是一样的，我们不会因为突发状况或是急件就增加这个成本哦。但是如果不能拍，我们也会跟你讲哦，因为我们出动一次就是就是成本。这样的钱啊，那会影响成本。对，就是成本一样的成本，那会影响到成本的高低，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如果我们要到高雄、到台中，就会距有离。通勤的一些费用这样子。对，好，然后再来是这个摄影师产前，就是会跟这个接生的医师或是助产师沟通吗？生产当天有没有临时支援其他任务的经验？那这个部分就是，比如说，产前我们其实都会跟这个，如果是好运的团队的话，那这个部分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事，就是我们会有一个群组，包嗯。括助产师、产家还有我，我们都会在线上做观察，那其实我也会。我也会在上面看一下，就是产假的状况，因为产假在跟那个助产师他们在交流的 information，我们这边也都会知道。但是如果是医院的，你总不可能跟医院的护士用群组嘛？很像，应而该且没是有这谁样子上哈。班也不知道啊，就是照顾的人是谁也对，很就是不你一是谁定，上对对所对，以所以这这样个资要讯特其实别没有。强调，对，就是每个产家都应该要有一个助产师这样子，就是连续性的照护跟陪伴这样。对，所以在这个部分，如果是好运的话，我们通常都会有一个群组，所以我们的资讯都是流通，还有对等的，然后都很畅通，所以我们大概都知道，我们大概都知道，所以你们他们在可能在讲已经几指了，或是他阵痛大概每分钟多久一次，我们就大概就是我们可能不会在群组出声，但是我们可能会默默的收好我们的相机，准备出发这样子。对 然后有没有临时支援其他的任务的经验？这个任务应该是不是指我们其他的工作？那如果是其实我们其他的工作，如果
其他工作应该没有临时的。那如果其他工作有临时的话，那这个其实跟当天跟你们已经签约的，那我觉得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会以先签约的为主，就不会再接其他临时支援的任务了。那其实除非其他的任务是比较难推掉，然后也已经是本来就已经定好时间的话，那在生产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有可能没有办法拍摄到。但是我们刚刚有说，就是我跟我太太一争，就是我们两个是互相 cover 的，所以如果没有办法，我如果没有办法拍摄的话，就会有一争，一争就是一争出动。那如果说，那通常啊，我这边再讲一个，通常其实也比较少。那通常有的时候，厂家他有时候也希望是女生的摄影师，那这时候就会由一真来拍摄。那如果真的一真没有办法的话，那就是会由我 backup 这样子。那如果真的不要男生拍摄的话，那就也没关系，但是可能就会降低就是拍摄到的几率这样子。好，然后再来下一个是刚开始接触生产摄影师时，生产摄影师是如何调整心态，还有面对。那其实这个对我来说其实不是问题，因为我刚刚其实有提到，就是我刚才接生产摄影的时候，因为我两个小朋友，我们离生产的经验其实很近，所以我而且除了第二胎因为紧急剖腹，所以没有参与到。那其实第一胎其实我全程都在，那时候还因为第一胎去陪产，所以我那时候是穿制服，穿制服到产房这样，穿警察制服啦，然后就陪产这样，所以那时候也陪了蛮久啦，所以其实对产我们离产房的经验不远，然后自己也有育儿的经验，所以那时候的调整心态跟面对对我来说是比较少的，所以其实如果说，如果说像如果是其他人来接，如果他们对生产比较距离比较远的话，那可能就会需要去调整一下他们的心态啦，那可能会需要去适应这样子，然后再来是不是做功课了解不同生产方式，会有预想的画面时刻，还有等待的捕捉，还有是现场的动态走。OK，那这一题的话就是说，其实不同的生产方式，我们大概都知道了。那其实最主要，你要预想画面的话，其实，你也可以预想，但是有的时候到现场未必是那个样子哦。然后我不会等待捕捉，因为有的时候你等待捕捉那个画面就会过去了，所以我会一直拍一直拍哦。如果可以连拍，我就会拍哦。对，要不然有的时候如果错过的话会比较麻烦。当然，有的时候你到现场，有的产家他的产程会比较长，那比较长的时候，他可能会有好几个呼吸，那每个呼吸可能状态都一样，那因为有的时候你陪产或是你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你如果每一个呼吸都要这么紧绷跟着的话，你到时候也会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看一下现场产家的状况，然后来调整自己的节奏。OK，好，然后比较悲伤的情况，家属要求停止拍摄。这个部分我目前还没有遇到，但是我想阿平医师应该有遇到过，也许他可以来进行分享。那其实刚刚有一张分享的照片，其实我有当下有一点那么样的感觉，像呼吸器的那一张。对，这样呼吸。我那时候当下其实有一点就是，我就是有点紧张啦。那但是后来小朋友呼吸，我们就觉得，那还蛮，那就 OK，那就没事了，没事了，这样子。对，那其实这个状况，我觉得可以，阿平可以也来分享一下，就是有没有遇到比较悲伤的状况？悲伤，大家都比较紧急，哈，目前还没有。要讲悲伤，悲伤是悲伤。接上你的后面了，后面吧，对，曾经有产家就是小孩紧急转送那个医院的加护病房啦，可是因为他们那一次的生产是没有请生产摄影，
所以如果那一次有请的话，如果家属要求中断，我们刚刚有说，就是其实就跟生产计划一样，当情况有变化的时候，我们会尊重产家任何的要求，我们做得到的，我们一定会做，这样子。对啊，这部分我是还没遇到，但我也不希望遇到了。嗯，对，对。对，那我们就是也是尊重那个产家的要求啦。那包括如果突然要转剖腹，好，那有的产家会觉得剖腹就不用记录不了，要那有的产拍，对。家觉得可以，但是你可以拍剖腹的记录的时候，这时候又会卡到你要跟医院沟通。如果这是我觉得会蛮有难度的。是。阿平，因为阿平是之前有在那家医院，所以他可以做沟通的协调。但是如果不是的话，我觉得会有点困难。如果又是通临常，时的，对会对有对，错。通常都会把摄影师挡在外面，这样子。对，那我们就一样嘛，我们就飞空拍机好哈了。好，那我们看下一题。哎，那就可以接续这一题啊。啊，沟通是不是？对，啊，对没有啊，就是，办法协助产家沟通啊，因为摄影师不是医院的人，所以如果医院规定不行的话，我觉得就反而是产家自己要去跟接生的医师沟通对，啊。嗯。因为我讲的话就是那个角色不太一样啦，对呀，我的说服力会不够。那当然，其实有蛮多产家，我有跟他们说这一件事，就是他可能要跟医生先了解一下能不能拍哦。那我觉得大部分的产家他们都会自己去问，哦，自己去跟医生去沟通。当然可以提早啦，有的是他可能讲了一次两次，医生都说不可以，但是一直讲这样，最后医生就对，所以要讲的话，可能要尽早。嘿，对。好，然后再来是下一题哈，请问会拍照与动态摄影同时进行吗？哦，那其实很多，其实老实说，我们其实有动态摄影的这个服务，但是因为就是也要看你那个产家是在哪一个医院生产哦，那医院如果太小，那可能也没有办法，会有2个工作人员在现场，好，然后再加上其实动态摄影的成本会蛮高的，嘿，那我们这边估大概会是基本费用会是25,000含剪辑。那如果你这样加上去，如果你要拍照再加动态的话，那这样可能基本上可能会4、5万会跑不掉啦。那当然我们就会有比较折中的方式，像刚刚我们说的，就是可能加个2、3千块，然后我们会用动态运动摄影机挂在我的平面的摄影机上面，然后进行同步的拍摄，那这样子也可以留下一些记录，这样子，哦，这样是比较经济实惠了，哈。然后再来是说这个生产摄影师怎么跟产家哦互动沟通，需要有怎么样的特质比较适合？哦，那其实我们刚刚有说，就是我们跟好运的话，我们都会有群组，那其实我们的互动都还蛮密切的，所以在沟通上面，我自己觉得不是很大的问题啦吼。那当然，你如果是你本身是摄影师，你想要拍，你在外面跟医师的话，一些沟通互动，我觉得当然互动跟沟通的技巧是跟你的特质是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没有办法去教，但是我觉得很基本的是，你可能是真的要了解生，可能要先了解生产的这个形态，跟怎么样如何去跟，就可能要有话题跟产家去聊他生产的过程，跟他们想要的画面这样子。对，好，那我们看下一题。好，产程每个人都不一样，哦，因此不知道时间会多长。刚刚说有24小时的，会需要多收费吗？哦，对，24小时的
会要多收费。我们的拍摄的基本时数是4个小时，那超过4个小时，我们就会加收每个小时的超时的费用哦。那就是，所以有些厂家他会像我们有超，我们通常都不太会超时啊，我们都是在大概快要生的时候会就到现场。那如果说会有超时的这个状况，在通常都会是，就是我们没有跟助产师有群组，就是有可能会是，就是可能是比较外面的外面的一些案子。当然，如果说当然是厂家如果。我们跟助产师没有群组，但是产家如果可以把他的状况跟我们说的话，我们当然也会酌情去处理。但是通常产家妈妈跟爸爸都很忙，对，对，都会非常忙，而且越后面会越忙哈。那你如果不忙的时候跟我说，表示你可能还要再一阵子，对，所以这个就是可能需要拿捏一下，对。需要拿捏一下，然后因为我其实部分我都会蛮尊重那个助产师跟现场人员的判断啦吼，因为我其实也蛮担心说到场然后待太久，然后会造成就是产家的，就是额外的费用太多了。那其实我当然是可以希望可以酌情吼，然后来看一下现场的状况。好，然后接下来应该是阿平的问题哦，请问医生。没有办法去到高雄，其他县市的朋友其实有一个建议，就是如果你们还是想要来找好孕团队，生产的话，就是后面2个月来台北租个短租公寓，就住在台北啊。这个部分我可以分享哎，因为我妹 也是，嗯，从台中上来。对，也是那个陈医师的产家，然后她2胎都是找陈医师，然后都是待产的时候来台北住在我家这样子，对，所以这也是一个解决的方法啦，对，然后好，我们来看下一题。助教往下，助教睡着了。OK，我看一下，生等产一下，是等一那下，个停在这。嗯，OK，生产的时间点是有预产期，不确定，都在晚上，之间配合的状况，各自的时间管理安排方式。对，我们都需要随时上阵。那其实因为我以前职业的关系，所以我也常常在晚上待命，然后出勤，所以。当然，我是觉得是有的时候是蛮累的啦。但是我们通常在接近预产期的时候，我会在行事历上面前后7天把那个时间给它框起来，哦，就跟自己说，哎，大概就是这个时候要准备了。但是还不会一开始还不会太紧张啦。但是通常到群组或是说爸爸妈妈跟我说他们有。开始宫缩啊，或是有一些消息了之后，然后就是我们就会开始把那个相机都充好电了，然后那有一盒哦，大家会有待产包嘛，我们也有待产包哦，我们待产包是装相机，嘿，跟一些电池之类的哦，然后那时候都不会睡太好，然后手机也不能关静音，嘿，然后就是要准备了。哎，就是要其实准备。跟接生的人都一样，我们就是同步的这样子，对对 对。对，就是要没有错啦，就是要随时出任务，随时上阵这样子，对，然后再来是，请问工作是缺工读职缺吗？刚刚读 Mas 说希望更多摄影师投入这一块，但不知道该如何开始。OK，好。我觉得不一定要到我们工作室做攻读啦，我觉得 maybe 我们可以有一个小小的工作坊，我们可以请阿平，我们也可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工作坊，然后来先了解分享，生产这一块，然后我们再
我们再继续往下面。如果说之后有一些案子的话，大家可以一起 share。那当然是如果，因为我觉得台北的部分应该还有很多厂家需要被记录。哦，当然是我觉得也要需要先推广啦。哦，当然其他的地方像是新竹啊、桃园啊那些地方，其实也蛮值得去去从事这一块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就是我们有那个问卷有一个那个问卷有一个 QR code， 哦，大家可以在里面，如果你觉得对这一个行业或是拍摄有兴趣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你可以在上面留言跟我说，然后我们之后我们如果有机会可以开一个工作坊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来朝这个方向进行。好，我们来看一下哦。一般开始拍摄时间会在第一产程开始吗？还是第二产程？哦，这个部分我们大概会在比较后面，因为我就是我们刚刚有说嘛，就是不想要让大家就是让那个时间拉长，会有产生额外的费用，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哦，那但是其实我之前有拍摄我妹的生产，那因为我妹我们刚刚说她住我家，所以她在产程开始前我可能就开始拍了，哎，就是可能偶尔经过这样拍一拍这样子。哦哦，也不要一直拍对着人家要休息啊。哦，然后就是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比较特殊的需求，或是你的预算是 OK 的，我们可以提早没关系。或因为有的每个人生产的过程不太一样，有些人他可能整个产程是很快的，哦，那如果你想要掌握好你的预算的话，那我们大概是在第二产程之后才会开始进去。对，然后当然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在群组，我们都可以有在更进一步或是更细致的讨论。嘿，好。再来，助教往下一点哦。问你英文名字的由来，不是英文名字啦。哦，对啊，对，还有一题，请问你觉得生产摄影在未来是一个很需求更大的趋势吗？也想要问杜马是如何在生产摄影这块让人信任，又或是说如何行销自己的。 OK， 好，那就是生产摄影会不会是一个更大的趋势，那就在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厂家对生产的态度。哦，那目前看起来是往好的方向走，但是会不会变得更大我们不确定。对，所以我们要一起加油。对，我们当然希望但是我们可能要一起加油。那如果它可以变得更大，那透过阿平的文字还有书或者是我们的影像，那这样 maybe 它可以变得是一个趋势。然后再来是如何在生产摄影这一块如何让人信任，那可能要问产家啦。那因为我对啊，对，所以对，就是可能我很喜欢聊天吧，就是这样。好，然后如何行销自己啊，哦？我就是因为不会行销自己，我才上跟大家来上线呐，啊，吼，哦，所以大家今天能够像大家今天就知道我了，吼，哦。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右上角、左上角有一个直播内容满意度的调查，可以帮我写一下。对，然后就是里面有各位对这个我们这次直播的一些意见啊、满意度的部分。然后也希望大家，因为我们之后，因为刚刚有提到嘛，就除了生产摄影之外，我其实还有其他的创作的部分，还有一些其他工作的部分也可以分享，像是入山拔拔瓦嘎，去爬大巴尖山，记录高山写作员，或是平行人生讲转型正义，或者是警察的生涯，或是说为什么想当摄影师，这些我们之后都有可能会在线上跟大家分享。那如果想要收到资讯的话，也可以留下你的 email， 我们也可以跟大家一起再进行交流这样子。好，然后我们来继续一下，我们刚还有个问题，对不对？是不是最营养的那个问题？最
你看，那还没看到，我不知道我的英文名字的由来哦。OK，这个 Dumas 其实是我的泰雅族的名字。对，但是你用罗马拼音的话，其实是要用 Tumas。对，Dumas。但是我一开始就用这个啦。那后来我觉得有要改嘛，就我觉得也还好，因为如果是外国人念的话，用 T 他可能会念 Tumas。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名字这个问题本来，比如说 Klaus 有的时候是 C，有的时候会变成 K，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倒还好，就是大家可以叫的话，那我就觉得 OK。然后这个名字是我爷爷取的，好、哦，那我的全名叫 Dumas Demu，哦，Demu 有命，哦，我的爷爷叫有命，然后这就是泰雅族名字。我未来也可以讲有关于原住民这一块了，哦，那就是我觉得因为我的兴趣有非常的广泛啦，然后也很喜欢看书，所以也喜欢聊天，所以我觉得未来也可以。什么都可以聊哦，那主要就是说故事嘛，然后也可以听大家的想法。对，好，那还有什么问题吗？刘海很长哦，对哈，哎，防疫期间可以剪头发吗？我很像帮你可剪以啊，我帮你剪，啊。我帮你剪，用医院的刀吗？不用不用不用，对啊。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看那个阿平有没有想要再跟大家分享？哎，打书，哎，书很重要，书能够对能够撑从8点撑到现在，还有71个人，我相信里面有50个人应该可以买书。感恩感恩，对，阿平的新书，对，欢迎大家多多支持，然后支有很多持。那个。对，成因为品基本上，疫情的关系，我们本来有几场的那个新书发表会都暂时延期了。对，那现在电子书也陆续上市了，所以如果喜欢看电子书的朋友，也可以在你的那个习惯看的电子书的那个媒介，看看这本书有没有上架这样子。那网络购物现在也蛮方便的，大家不能去书局逛，也欢迎把书带回家这样。啊，我刚刚看旁边的留言，有人说他在看第二次了，感恩感恩感恩。那太也棒欢迎大家到我的粉专去分享你们看了书的心得，这样子。那或许之后如果疫情还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也来办这样子形态的新书发表会，这样子。对啊，所以今天的线上的转播对我们来说蛮重要的，在疫情期间，其实也不只是疫情期间啦，如果之后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我觉得可以让故事更容易让大家去知道，对啊。但是我们或许可以多一些互动的方式，也不一定。然后我们这次用的平台是要 StreamYard，对啊，我觉得还蛮好用的。但是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也欢迎大家在那个我们的那个问卷调查里面帮我们填写。然后很感谢你们在分享生产这一块。对，谢谢，谢没有谢。没有，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这样希望谢让谢大家大知家道，听我们分享，对吧？比我想象中的还多人哦。热闹。然后，对啊，然后我刚好看到有人在希望开工作坊，对不对？那一样哦，就是在我们的满意度调查里面，你可以在备注里面写，然后在备注里面写之后，如果人数 OK 哦，我们就会 email 你，然后或者在 Line 有 Line 没有？在脸书上面跟你联络，好、哦，然后我们希望能够开成，好、哦，然后也希望大家，不管是你想要就是，接触温柔生产、顺势生产这一块，或者是你想要就是我们团队帮您拍摄这个生产记录，但是现在疫情的关系可能会稍微有点难度，然后或者是你自己想要拍，我们刚刚说的你自己想要也想要从事这一块，或者是你自己想要帮你的亲朋好友拍哦，我觉得都还不错啦。对，这是另外，我觉得这是另外一块。婚礼如果是记录人生重要的一刻，那生产摄影就是记录人
人生命的开始新啦，然后家还有庭的诞生。新家庭，然后还有就是大家去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过哦。程。那我觉得参与这个对我来说还不错，我也希望能够大家来一起来加入我们的行列。OK，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喽。哎，还有吗？想问 Dumas 后面那一块10号球衣有什么特别意义？那是野茂英雄啊，对啊，那个是道奇队，有一次，那是我小时候的偶像，偶对，像。以前道奇队的那个投手野茂英雄，然后我以前房间第一张挂的海报就是他，但是我那个海报好像小时候丢掉了，所以后来就逛街有看到这一件，那时候在特价，还蛮便宜的，然后就买，对，然后就挂着。好，还有吗？还有什么要看后面有什么吗？好像没有咯。对啊，好，OK，那今天就这样喽。那我们再秀一次那个我们最后的这个直播内容的满意度，然后大家可以上去帮我们填。然后我们下一次我可以先预告一下，但是时间还不确定。下一次我可能就会讲入山宝宝瓦嘎，然后我也希望就是我们在上山拍摄的过程。然后也会邀请这个高山协作员，然后跟我们进行线上的分享。如果你除了对深潭有兴趣，你如果对爬山有兴趣，或对原住民山林文化也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继续锁定哦。或者你也可以在另外一个直播问深潭摄影的问题，我也是 OK 啦。哎，对，哦，那就今天就先这样哦，大家，哎，有满意度的网址吗？有的。我们等一下会把满意度的网址再把它 po 在我们的贴活上动去。的专业的脸的上面哦，留言下面大家可以看哦。好，那这样的话就大家晚安哦，希望大家有晚个很安。好的周末。OK，拜拜，拜拜。拜拜。